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录一下这个《死亡空间二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过场动画的帧数是多么的可怕啊，400多帧，这个可怕的帧数，十分的牛批。这是我在电脑上玩的第一个，算是正式的恐怖游戏吧。当时给我吓坏了，他那个声啊。然后那个怪突然就出来了。I loved you. Yes. Nicole Brennan. She was a senior medical officer stationed aboard a planet cracker class vessel. The Ishimura. SG Ishimura. Yes. Part of a mining operation on Aegis 7. I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ons went down shortly after the war. But the Ishimura is a月华。这个特别的带感啊！哎，这个倒霉鬼啊！这倒霉鬼是特别的蛋疼，他来救我们。哎，他马上就要凉凉了。哎，这个当时看的地方特别的震撼啊，直接他就变异了。下巴都掉了，哎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哎呀，感觉现在玩这个还是蛮吓人。哇塞！Why？Why？夹门杀，走。太惨了，直接给我们干到了一管血。啊，赶紧锁了，走走走走。
好惨。Go。咱们现在要过去啊，拿一下那个手电筒。现在手绑着这个地方也不会设计什么东西让咱们讲，它这个帧数特别的可怕，就100多帧，104、113，可见这个游戏的优化是多么的好啊！真的，EA 优化确实不错。这个帧数就是很稳的，这个游戏我原来在电脑上通过。基本前面后面差不太多的，我原来那个电脑才能跑。四五十吧，拿到了我们的手电筒。然后他开始就把自己割喉了，哎呀，非常的牛批。然后咱们就继续走。感觉电梯里面都183了，我去。1035机器还是挺牛批的啊！这个戴安娜也不是什么好鸟啊。咱们到游戏中程的时候去找他，就是发现他也是坑我们的。还挺吓人的，就扑腾的来了这么一下。快200多帧了，我去，牛批！哎呦，小哥，来聊聊呀。咱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拆下来了。
小远路不分，就是有力量。好像是要把这个玻璃打碎。他掉了东西，就是真的死了。如果不掉东西的话，可能还没有死透啊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演示到这儿了。室内的话大概200多帧吧，还有一些复杂的场景也是100帧上下，最低最低也就90嘛。